Hello， 美女。小慧，我想要一台大内存的14PM。你是要256G 内存的吧？是的呀，然后越便宜越好喽。便宜的那种，行，没问题。还有什么要求吗？这个倒是没有，便宜点就行了。关注你好久了呢。原来是粉丝啊，这个没问题。晚点我找到之后我联系你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美女好，这个256G 大内存的14PM 已经给你拿到了。你看一下这机器，边框很亮，屏幕的话没有什么划痕。哎，这个机器看起来不错呀，那电池怎么样？放心好了，美女，给你挑的电池都是很好的，给你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100电池的，充电也就2位数。可以呀，那这个给我什么价格？这个的话，今天拿货的话是50个，加个199跑腿费就行了。这么便宜啊？那我要了。今天能发货吗？因为手机坏了不太方便。可以的啊，等会回去我质检一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配上粉丝专属配件，今晚就可以发走。哎，太谢谢阿辉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我还有点事，就先挂了啊。